火警的这户人家，起火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有厘清。不过其实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可怜遭遇。刚刚看到新闻，唯一逃过一劫的母亲，其实她在6年多前丈夫就因为罹患癌症过世了，独自一个人抚养3个小孩长大，平时就靠打零工为生。这个月她才通过低收入户补助的申请。这东西北部不丢了，你那边的生活早就应该搞，我不知道怎么搞，今晚不搞这青菜，看要阿别人。哼，这白干的话都解决代志是，反正做北部的都要去吃官司哦。嗯。哎，你不是去台风云端来这边？你先怎？太皮皮抓？啊？妈。小心，别惊，别惊，出什么代志？跟爸爸讲，别惊，别惊，啊？早给你吩咐过，叫你不要去夜市啊！啊，你奶就是唔听啦。我本来无要去啊，是台风造的。吼，迄台风，歹开蛇头啦！家己买炮，家己放就好啊，他都要招你做伙去。卖怪他怪别人啦，敢若袂输咱查囝拢无责任呢。若毋是要创治优惠啊，惹事端，今日代志该遮大条。靠靠！你平常吼，就是爱甲优惠啊，搭找伊麻烦啦。我是想讲，你还阁招惠，唔敢骂你，你愈来愈好看。用月台担，你也敢要去人家麻烦？即摆害人费死我啦！我是无说你的啊。什么无说你？你是挑故意？你即摆是5年级啊呢？敢唔知我夜市迄个所在遐闹热，人真多，去遐放炮会去伤着人，会害人火烧厝，会害人电线走火。我你即摆是安怎哈？伊就已经遐尼惊，你搁遐大声干嘛？你出门要叫伊惊死是无？还是你替恁前夫出气啊？哼！我来教囝啦。遐敖教，袂用倒去教迄两个哦。若毋是迄两个兄妹啊吼，一工教毋得好，得欺负小轩，小轩万免气教安尼。你即摆搁咧讲这种话？你拄只看电视的时是安怎讲？讲什么时代人无教囝袂用生活，迄时代人该死。该死是你的做老爸的啦，若毋是你改变长袂哩，今日嘛袂不出这个代志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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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谁在变想要骂你？妈，你若继续这么无讲道理，这么无是非，你这个查某囝会让你生到出代志啦。你要去倒啦？要来夜市啦，看代志处理了安怎，看月下有要紧无啦？不准你去。你莫遮自私好无？优惠嘛是我查某囝呢，我这个做老爸来甲关心一下，看伊有火烧着无？我讲唔准你去，你都唔准去啦！啊，你即摆若去，毋是等于甲大家讲，是咱小轩引起火烧的。我袂讲啦。遐着搁讲，你去人就知影啦。啊，若去有人发现甲咱小轩有关系，拄则你嘛讲过哦，死狗，咱大人拢有代志。我就惊，我就惊呀！别惊，别惊，有妈在，妈会保护你。万一有人问你什么代志，你就一句唔知就好，跟你完全都无关系哦，绝对袂去承认，知影无？火就安尼烧起来啊！就是啊，烧到这么严重，你看阿美姐也心会大，烧到安尼啦。玉姐啊，你先带妹妹回去，我留在这就好。啊，乖啦，紧回，甲哥哥回。好乖，好。乖啊，乖哈！我的心胆还未开市，就甲我烧了了。你是要安怎跟我算？
真失礼啦。若讲调查出来是我的负的责任哦，我绝对负责到底。你逐摆嘛讲你要负责，你是要安怎负责？敢讲，搁招一卡话啊，叫阮大家来对哦。我担保。对呀，对呀。我担保，恁大家会用放心，安尼会用袂？我相信大家啊，拢无希望发生火灾。即摆鉴定结果还袂出来，莫当遐怪东怪西。紧甲现场啊整理理，通好做生理。安尼才是上重要个代志，对吧？对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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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平安上要紧啦，吼，钱阁赚着有啊啦。但小可安尼，我整理嘛无效啊。即马人知影咱夜市啊火灾，即阵啊一定无人敢来洗啊。啊，阮减碳的要找谁讨啊？找我讨。我明仔载就去定武村，联合附近的巷口店头啊，办一个活动，替咱夜市啊宣传一下。啊，另外我搁找一台啊。公共车，和咪咪徛伫顶悬来斗闹咧。徛伫公共车顶头，唔着敢伫遐咧选举咧。对对对，无错。这个好呢，啊，归去啦，咱就来办一个夜市啊聚会选美活动啊。今日只小野猫脚掌花一个摇落，后壁小狗落底规阵啊。啊，那咱只夜市啊这款漂亮小姐，大家拢穿个水水水脚掌花摇落去，到时就免惊无人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像我这种的，像你这种小灾户，除了应该的赔偿以外，这半年的管理费我拢卖给你收，安尼会用袂？人讲啊，火烧红灯，你夜车会愈烧愈红。我相信这个活动呐，牢牢地咧办落去哦，咱大家哦。下面就会买车，买楼啊厝啊。代表你来。代表你好。代表你好。谢谢代表。我是听到出代志，我就是赶过来。王代表，这货到底想要收起来？我若知安怎躲起来，我都袂回躲起来。啊，不过请代表放心，哈，我拢已经处理好势啊。安怎处理？有个是甲大家头壳缩缩的，当作无代志。我是这区的地名代表，鉴定的结果是安怎？初步的判断，起火点是排骨内加速溶。啊，不过嘛是爱回去检验，等报告出来才有法度知啊。等一下，大家拢有听到哦？即摆代志已经真清楚啊。但因为外下伊无设计，才引起这场风波的。我身为代表，为了大家安全，我会负起全部责任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安尼处理。嘛较公平。等下，彭代表，鉴识人员才拄啊鉴定过，啊你即马就下结论，敢会上紧？我敢那紧哦，嘛不你服我，还服我较紧啊？我真是同情伊的做无，啊不过同情嘛都爱看情形。即马规个夜市啊，拢予伊牵累着，唔是你几句话就当寸土煞。是的，这个是的，地单嘛还无单。你伫这夜车啊，哪代志？还是头一阵啊？三两天就咧出代志，不是恁人欠人钱，让人走来乱，
啊，无就是囡仔教无好，去共骗钱。方代表，江主委，迄个时阵你也肯听我的话，而这款不良通犯赶出夜市啊，今仔敢会过我这大条？好佳哉，好在平常时啊，大家初一十五拢真诚心咧拜拜，若无今仔闹出人命，你这夜市主委，唔得去共钱满大号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夜市啊，也阁是我来管，唔免替我操烦。讲来讲去就是要为赢，我都想无咧为，我敢若为一个你。好，然后派点新工进去，时间赶得去过来出来，确定是月台唔对，就请港珠甲月台。连带负责赔偿。代表，还佮有你，时间嘛佮我当收收的，离开这夜市啊！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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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代志啊哈！大家把物件啊收收轻轻的哈。进来啊！哎，较细了，莫跋倒哈！啊，我无紧啦，我可能是有忝的款，我咧。不坐着。那我心情坐啦，我咧烦恼这单啊。包括烦恼，迄如意的手有小可外严重的，我赶快来陪伊看药啦。那需要调查工，就甲我讲一声。知啊。拄则有人讲，其实夜市的火烧是有阴谋的。什么阴谋啊？不怪啊，是因为我阿姐遐先烧起来啊。真是有这款代志。一直发疼，是不是你家己的手包伤硬啊？没啦，你莫紧张，恁查某囝烧到这严重，一定会疼。只要按时吃，食药都无代志啊。所以乖吼，较紧来一个吼，了咪就袂疼。哎呦，护士，护士，这是病因嘞，讲话较细声啊。歹势，你甲摸看麦，伊足烧的呢，有要紧无？爱退烧无？恁阿小哥安尼，恁做爸母一定会烦恼。不过叶太太，医生一定会处理好。啊，妹妹，哈，如意麻烦照顾者。啊，对哦。我去柜台补办一挂手续，好。可怜哦，恁小哥安尼啦。水的，我要淋水啊！淋水，水，苗苗来哈，来，子怡，乖哈，水来啦！哦，哎呦，哦，乖哟。多钱？哦，你买几多钱？妈，你怎来啊？你买早了吗？好啦，子怡，好好好，好，我莫走，我莫走，吼。哎呀，子怡乖哟，小林来一个，吼，了咪就袂疼，了咪就好起来啊，吼。乖哟，有代志吼。咪咪啊，子怡有要紧无？啊，你看啦，规手骨烧到安尼啦，哎呀，多你敢知？喊凉水甲送来病院，今摆就是你烦恼讲，
有去烧着迄枕头的神经，啊，唔知去影响着画图甲写字。哎，天公伯伯伯，千万唔通安尼哦！啊，千万唔通有这款代志发生，啊，无我就对不起一家口啊！咪咪啊，如意有较退烧无？有啦，有。阮如意好心去甲你倒个单啊，结果好心无好报，真正是衰到种不挂洗菜龟啦！我看可能是我顶世人康福去打破你到金刀翁啊！这世人才会犯着你。阿娘，是的啦，真歹势啦，真歹势。好啊啦，汉娘，发生这款代志，我阿姐嘛是三声无奈啊。你卖阁干嘛啦？我安尼讲，敢有过分？我有庆红刀下，才去夜市摆摊啊。去夜市摆摊啊，阁予伊砍断着，害阮查某囝受伤，真细节行袂完啊。伊毋是我的客气是啥啦？汉娘。会发生这款代志，我是真歹势，我嘛足艰苦的。啊，我会负责来照顾，一切吼，我都甲全部拢负责起来啦。有去全部责任？你去上放好放假，放几个月乱笑，互你起家针，你自身就难保啊。会当负起什么责任？用讲的较紧。好啊，我阿姐也真有心的。心内嘛真艰苦，即马上重要的如意，较紧好起来。我甲你讲，人有心上重要，总比吼迄个庆祥吼发生代志，尻川尾尾最早搁较好。汉娘，人着爱有心，你着爱用心去想看卖，人对你的用心。是啊，解决的问题，让迄个恰恰代表母甲规工安尼无闲气气。我煞谈只事后，这个高音啊，袂少也读册，真正是大材小用。在联络不起啊！无人签名，老师会问。哎，唔较简单，恁爸爸无伫个，我替伊签就好啊。别起来。你也唔是我爸妈，奈恁帮我签名啊？袂要紧啦，我代替恁爸爸签啦。你笔底安尼，敢会晓写字？写了袂晓写，加减嘛捌几字啊。恁爸爸叫饼丁嘛，姓柯啊，柯饼丁这三字吼，我拄拄好会晓写。我细汉的时阵吼，读册功课无外好，写作业考试的时阵啊，大概若唔是提饼，就是提丁，所以哦，饼丁这两字我足熟悉的啦。哎，写好啊，来。你是咧笑啥？你的口写唔着字啦？写唔着？哪有可能啊？阮家较早是咧卖卤肉饭呢，搁烤过排骨的，烤就是安尼啊。口安怎写才对？我是看你逐工吼，叫你着烤过面，超工要写互你笑的啦。李冠，你来啊！阿姐，你笑啥？我替因爸爸签名，迄个苦写唔对，伊当要一直笑啦。我知哦，还好，对吧？我罚你哦，写迄个苦字，写一百遍。啥？这个苦写一百遍？对，写好啊，爱罚来罚检查。啊，我真正苦啊！一百遍，一百啊嘛困饱。是咧问你，我咧问来罚。一百。你爸爸妈妈有打电话回来无？电话，伊若是打电话回来哦，你就甲伊讲，叫伊安心倒回来，免惊。
管是铁机啊、呛声，要等你爸爸，还是讨债公司，要跟你妈妈讨钱，应的代志我拢会替因瞧，因为我即马是你的监护人，应的代志都是我的责任，知无？不管你看起来敢足忝的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这个乌人是死的倒去啊，还是安怎无陪你来？好啦，遐夜车有一挂代志，我叫伊去处理啊。哦。一般姐，您得。多谢。你吃饱未？你关心我？我知影，别人对我好，我嘛爱对别人好。你问我吃饱未？我就爱问你吃饱未。看起来啊，我做你的监护人是做对啊。哦，好好好。我也准时过。安怎？安怎？警察安怎讲？警方讲咱小萱提拍要断优惠，叫咱小萱去警察局说明一下。妈，我无爱去啊！妈，我无爱去警察局啊！妈，迄个优惠竟然把咱小萱惊出来，你存心要害死咱小萱呢？啊，这边来当怪优惠啦！啊，囡仔人都有啥，都讲啥，也袂晓骗人啊啦！搁再讲，夜市的人遐尼多，敢敢咱优惠看到是无？哦，就算我优惠也无讲，别人敢都袂讲。啊，只要讲讲，真个无路用啦，要安怎处理？警方在调人啦，咱敢会拢无去是无？这无去嘛袂用的啊，无去顶多做插身戏，嫌伊搁较重呢。妈，我唔爱去，我唔敢去啊。先乖乖，小萱，警察刚刚要找你去问一挂代志，袂对你安怎？哦。我不爱去，我不爱去啦！卖惊卖惊，你爹妈来去，妈会保护你。我跟你讲哦，假使警察问你什么，你拢坐死唔认，知无？外台伊口罩，对我甲小萱拢有扣分滴。我今日也趁这个机会，顺风杀刀枪，报一下鸟鼠仔湾。死狗吼，那囡仔呢？连咱大人拢有代志呢。你就要想办法去给安大收兵哦。你唔着看人肯听我的话无？唔听嘛，就要想办法给因听。哈，敢讲因心肝遐尼凶，想要害家己的亲人？亲人？敢唔是？小萱是有几个优惠同辈姑母的亲小妹呢？是啊，顺拍啊，乱弹拍无。建设先生，啊，拄则你毋是讲鉴定的结果，起火的所在是你厝外迄个东海火炉，啊，你知影起火的原因，啊，毋着爱问迄个厝外下，啊，来来问阮查某囝，你无看阮查某囝，互你吓惊到皮皮喘，规个面青顺顺的。小萱，别惊。你刚刚是去夜市吃一下油头啊排骨，啊，遐尼细险要去有火烧着，倒来规面拢做恶梦，妈是来上干的。错我啦，你迄当啊是安怎烧起来啦？你无紧甲建材先生交代清楚，你爱担起所有责任无？你是唔通牵拖别人无？警察即嘛敢若知影讲哦，火是对我遐烧起来，嘛唔知讲是安怎会烧起来啊？唔知影即句话，你着要甲代志提甲理理理哦。吼，今日是阮小萱较好运哦，无去予火烧着。要唔我听讲伊那同学叶如意，
去有火烧甲受伤，怎么搁倒去病院嘞？我嘛无讲我无责任啦。警察先生，你有听到无？啊，你若要追究刑事责任还是民事的赔偿，你就找伊就对啊啦。何娜娜，你真正要讲你出来出去，你也不一定看赢面咯。无你到到尾啊，你就要打一打转去哦。好啦，娜娜是看囡仔紧张吼，啊，一时心狂嘴紧，啊，无恶意啦。无恶意，伊就针对我，你搁讲伊无恶意，哦。啊，等即摆伊行去抓着官司，啊，啥拢塞来我遮，啊，你嘛真清心吼，拢看我甲你无关系同款。伊母囝代志，你要替伊讲话，啊，阮两个有困难，你拢无替阮讲半句啊话，你敢有天良啊？有啦有啦，啊，我知影你担火烧了后。我嘛是紧张甲啊，啊烦恼甲规暗拢睏袂去，想讲今仔日才要转去厝里看恁啦。蔡婉霞，你已经甲阮庆祥离婚啊哦，我甲小萱则是庆祥应该要关心的对象。啊，若阮庆祥吼要关心你吼，迄是因为看你可怜啦，你知无？唔免恁可怜啦，我知我甲庆祥已经离婚啊啦，我唔通袂记哩哦，尤其是伊的亲生查某囝啦。我等下烧起来时阵吼，恁小仙甲幼惠拢在场哦，甲恁小仙的道歉囝，阮幼惠就免去惊着哟。大家要将心比心的啦，莫想超过。建雄，你去听看卖啦，阿姨这是什么态度？哎呀，好啊好啊啦，这是警察局处理的代志，莫提来才讲啦，闹开了啦。警察先生啊，啊那是无阮的代志，阮是不是咱走啊？袂用的呢。我还没问清楚，你是不是在夜市啊耍炮啊乱弹炮啊？有无？小心乖，恁通惊，紧甲警察先生讲，讲你无啊，紧讲，讲你无啊，紧讲，讲无啊。你是安怎？会当讲伊无？你知影阿无去夜市啊？我明明有看到你小萱提炮等我，一定是乌白蛋，大家才会受挫的。点点啦，警察无问你话啊。警察先生，小萱讲优惠，确实你算炮无唔对。不过这应该唔是起火原因啦，因为大家烧起来时阵。我拄倒转来，就看到因两个吼，伫遐搭远远远，伫遐咧耍啦。啊，伊嘛唔知影讲是安怎烧起来，所以吼，唔管即摆吼烧起来原因是啥，应该甲因拢无关系啦。妈，警察先生，啊，这代志都真清楚啊。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意外，啊，引起一个小小的火烧，何必把囡仔问到这惊吓啦？吼！是啦，啊，若无代志，我要赶紧带囡仔去收惊呢。等我笔录做好，恁听完咪就走。买菜啊！当然去用小气啊，日子嘛是爱过，饭嘛是爱食啊。但我也不是外人啊，若需要人斗相共，开嘴甲我讲一声啦。李庆祥先生啊，当你是安甲我斗相共什么啊？我知你真严个，啊，不过拄到这个代志嘛无需要多强，我甲你斗相共有啥物关系啦？好啊，你讲看卖，你安甲我斗相共什么？你用甲我斗三工，甲迄白骨蛋收你就好；，还是你用甲我斗三工，迄牙齿收了牵下来，你来回去的；，还是你甲我斗三工，甲如意的手的伤医好，莫有汗流了，你艰苦。这几项吼，你经济项你若做到，我就让你去做。我嘛是好意呢，你何必安尼为难我？我知你心情不好，需要找人出气，我去，我让你忙。
啊！你做你妈妈，甲你欢喜为止哦。我即马为着赔偿的代志吼，我就足头壳疼。我无这个气力吼，甲你冤家相骂啦。啊！若钱的方面，我会想办法出一份力啦。啊！我即马真认真伫咱个公司咧跑工程，若赚着钱，连边对当替你分担你的困难啊。 卡出若像恁进前哦，为着要抢夜车改建的工程哦，规家都转西岸部，要共偏在林着见哦。你有卡细的哦，我是搞生意做无成啊，一堆的麻烦拢出来。你慢慢甲我看遐多，我最近甲电商一寡又来人事关的真好啦，要包工程你今日无机会，啊你的单即马出这个代志，拄好交互我处理，看是要出钱赔偿，还是有啥物款的纠纷需要收笔，我会当替你出面的。 听起你我真厉害，拜托，啊！若无你，当初你会叫我。你讲看卖咧啦，我到底共收着几单？啊，无安尼啦，你把遐单吼，大家拢约约咧。我替你出面来甲人调解，吼，啊，来说明一下这个意外事件，啊，希望大家当谅解。要靠你这个嘴出面调解哦，我今日是个你用等间的落台，不过真歹看咧。 啊！你是要安怎来说明这摆意外嘞？我你搁我听看卖。这意外事件就是哦，大家歹运都拄着啊！啊，希望大家会当看到我李庆祥的面子哦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莫搁怪恁母仔囝。哎，你讲什么话啊？是毋莫怪阮母仔囝，啊！你搁意思讲找的，就是阮母仔囝。我知影恁无错，啊，不会是为你的胆烧起来呢？ 啊，不管你该做是咩，那该做。哎，你警察甲你为了小仙无讲，我够很原谅你哦。即马干那你甲我两个啦，你够讲即款话，好，我对小哥失望的啦。我哈，哎，你的意思是讲你知影是无？我也清白，就看小仙甲泡蛋的外汇咯，我规个胆才烧起来呢。我哈，多谢你这么有良有博德，肯原谅小仙，不甲代志讲出来。 当咱甲我讲的时阵，你敢知影我心肝咧偌为难？一方面爱顾因母仔囝，啊一方面佫烦恼讲恁母仔囝，那到底毋知有代志无？迄一个心肝敢若袂想要得算盘，咋要去爬咯？讲有偌艰苦就偌艰苦啦。偌艰苦，敢袂比我较艰苦？我无甲小新的代志讲出来，迄是因为小新佫是一个囡仔尔。而且我看惊囝咧，我嘛不忍心啦。我也将来吼，毋爱甲大人的错吼，牵拖囡仔的身上。我知。 有你在保护小轩，我是真感谢你。啊，至少钱的代志，麻烦我替你分担一下。有法度才开嘴讲哦，我也唔敢唔忙你。赔偿金的代志哦，我也家己会去想办法。无喏，你对我这么有情有义，我哪会无甲你斗相共，互你度过这边的难关？白哈，你爱相信我。啊，若无我即马随当啊想办法，我做互你看，好不好？ 优惠，我知你是要保护妈妈，烦恼讲我无生理通好做。啊，不过这款代志嘛免使让小仙这个囡仔去承担嘛。莫白骨汤，明仔日全年拢无代志，先纸小仙一来就烧起来，一定是你小仙害的无唔对啊！你小仙若无负责，就叫伊妈妈负责啊！这款代志你是要叫小仙安怎负责啦？ 若讲你当了这款代志，你会惊无？发生这款的代志，连妈妈一个人都无法度处理啊！你要麻烦代表甲处理来安搭大家，啊！你要叫小新伊安怎负责的？搁再讲，发生这款代志，你嘛无亲目睭看，袂使讲就是小新啦。是安怎我下伊的头地，就要让伊来拍查某的妹？李小新学袂当跑啊，小兰的打，就毋免好处罚，安尼足无公平的呢。 小慧，万不有一天你做唔到代志啊！你是不是希望讲，别人会予你一摆机会改过自新，永远原谅你？啊，咱即马共款啊！小仙伊做唔到代志，咱是不是会予一摆机会来原谅伊，予伊来改过？是安怎原谅伊？是安怎对伊遐尼好？爸爸拢互伊手去，我讨厌伊，我才无会对伊遐尼好哩。 我讲话你拢袂要听吼，惠利手到阮爸爸的就是歹人啊！
我推了李小萱，我永远都无可能对伊好啦。叶伟，叶伟，你来。啥货啊？这层代志，自头到尾伊拢知影。错怪了这个查某，心机阁这么重哦。伊一定是叫尤慧生去告状，啊，即马要嫁好人，要跟咱谈判。你莫乌白想好，岳涵是迄种人，人伊真知轻重。伊有答应我啦，小萱，恁去火灾的代志，伊袂讲出去。敢真正袂讲？啊，那都是讲伊心情无好，甲咱结歹面，嘴是死伫个伊面的呢。啊，要讲又在伊，咱嘛挡伊袂掉。岳涵的做人我真了解，既然你要甲小萱的责任担起来，伊就袂讲出去，袂后悔。是讲月霞拢能替咱设想，咱对月霞心情我那爱小想一下。好啊，你较了解月霞，无你嘛甲我教一下，爱安怎做才算作是替因小想一下。这个火灾骨看怎讲，也是咱小萱引起的啦。咱是不是应该替月霞来补偿遐瘫痪的损失？啊，这嘛是合情合理的要求，敢毋是？何娜娜上惊欠人人情，尤其是欠迄个蔡月霞的。只要会当保证袂甲小萱的代志压出去，钱的代志好解决。哎呀，我就知影讲你心软，人阁明理。放心，小萱的代志交代给我，月霞遐我会好好甲安搭。咱小萱的一定无代志啦，啊？当然，你唔通想讲要摕这做借口，一干干唔去关心月霞因母仔囝。钱我用去给伊哦，嘿，人我袂动的。赔偿的代志你紧去处理，我再唔准你安尼跟伊相交差。即马这时局，不管是天灾意外，也是任何啦，对咱就不利啦。这位谁哪讲？啊，火烧明明是蔡外下爷排骨蛋，不是我服务处啦。问题就是伫啊，那有可能遐拄好啊，火拄好伫外下排骨蛋遐烧起来，嘿，啊，这对咱真不利呢。你也知影吼，人的嘴是上毒的啊。即马一挂爱搬弄是非的人，已经将这个火灾的责任提伫咱的身上呢，讲是咱伫变鬼啊！你笑死人诶，啊，要怪？该当怪咱，要怪嘛爱怪蔡外下。我早讲过，是一个麻烦。即边哦，我一定要甲伊赶出夜市啊。哎，袂用你啦，袂用你安尼做啦，安尼拄好互人掠做地，落人嘴唇赔啊。人会伫咧讲，互咱利用这个火灾要甲外下赶走呢。你都知影讲，这夜市啊人济啊话也济啊，一旦若是处理无好，这是犯人惊呢。啊！人若翻头啊，过来倒加一嘴，安尼是会影响到你代表的权威呢。哇！你甲想看麦，安尼敢算会好？嗯？月霞甲我惹这大麻烦，伊敢若要负责任？我若真正来放伊煞，伊真应该软土深滚，甲我要求东要求西，当作我真好欺负、真好讲话嘞。哎，我两个也无阿多，二个也无阿多，对唔？啊，搁予这离离扣扣的杂错代吼，啊，母甲这妖魂加几啊条啦，啊，规日卖嘴哩，安尼较快活。师傅，啊，今日天气袂歹嘞，我开去哦，来俱乐部遐运动啊，打小白球啊，好啊。我哪有心情甲你拍球啦？夜市啊，火烧，我若要去收尾，是要等谁？敢我要等人甲伊管晓？哦，你也知影讲歹收尾哦，你搁做甲老官，嘛是予人嫌甲老烂。不如将这个人情袂予共一管，啊，这件代志交予因处理啊。